拿到了啊。因为是不小心的，我也被烧到。火烧凤梨冰淇淋。我们在巡享铁板烧，在 Hooters 楼上可以做到捷运南京复兴站哦。耶，冰淇淋来了，这是我们的甜点。师傅，我等一下还会加什么？巧克力酱吗？对，巧克力酱跟那个小苹果。谢谢，好。看到这个。